好，大家继续绝对玩 D， 今次翻嚟打四天王啦。好，咁四天王其实咧已经对有冇乜难度，系争最后又系道未打啫，其余全部都用嚟升我呢嘅，所以就唔太难打啦。而家对我嚟讲，系全部秒过，系一啲气息腰带秒唔到啫，譬如呢啲咧麻鬼烦，好系睇我秒杀佢哋嘅。而家系难在边一度呢？第三个同埋第五个，即系冠军同埋啊格斗系天王。对我嚟讲比较难少少，之外其余就唔太难打嘅，轻松嘅。毒刺水母，毒刺水母就用毒刺阿布，活人我就用 Hello 加嘅恶之波动，恶之波动，毒龙 kit 而家就用地震。好，而家系全部全部记得晒点打。喂，好波，完全冇未扣过血就打叉字符 ，very good， 好。下一关呢度就难少少啦，我睇可唔可以用觉醒之力打死佢先呢度，但系算得唔好，唔好搏。地震，哦，斗粒菇阿布用十字剪，瞓觉，沙哑狼就干鸟啊，飞失停，怪力怪力阿布，靓波啊，卢卡你好，黑卢卡。拜卡波狼，黑老加喷射火焰，好音速拳，惊鬼咩？片死佢，搞掂。好呢、這个就冇乜难度啦，又系哦系火喷，哇爆击啊嚟俾人，绅士干鸟片佢，再干尾。黑老加嘅话就用地震雨，用地震。地震鬼盆栽就是黑老家火喷，火喷电磁波唔紧要啊，马骝拉。嗯，谂下先，呢度干料都唔够佢快，咁就用咩好呢？飞云雀啦，保护剧毒飞冰，哇一夜死咗啦，已经点打呢度？冇咗牙，冇咗只黑老家，冇死，唉靓波，拜，搞掂，最后一个啦，呢、這个就谨慎少少啦，要，因为呢度难打嘅，好，呢度转做降料先，降尾，岩崩，冇啊，喷火龙嘅话就系用岩石，所以用鲶鱼用岩崩，靓波，暴风。血液飞龙就难啲，谂下先，血液飞龙应该点打呢？血液飞龙，血液飞龙自用呢只都得嘅，其实。岩崩，哇！没有命中，你真系好嘢，好嘢，小弟佩服。瞓佢啊，瞓佢啊！唉，我知波动。仲俾佢开多招逆轮，真系好嘢！启暴龙，我点点打喺度？保护剧毒干鸟岩石风，岩石风李月龙啊！诶，争啲争少少，冇死。地龙烈阿绿沙强攻逆轮，佢快过我噶，肯定呢度。好，再翻嚟啦，而家就再嚟多次啊！讲了先，好，飞佢一下打死啦。喷火龙嘅话就转做岩石虫，地震鱼系啦，一定要用岩石岩崩打佢。血液飞龙，其实血液飞龙都可以用呢招打嘅，系咯。惊逆轮一下秒咗，点做？嗯，干鸟啦系。OK， 片啊 ，good good， 李鱼龙阿布应该有机会啊，今铺冇俾你打死得喺度。好，你呢个嘅咩啊？呢只叫做启暴龙啊，启暴龙。保护先 ，K
剧毒定放情好咧？放情什么分别啫？啊，唔系，放情好似好啲啊！放情啊！好，奇异花，寄生种子。好，应该瞓咗先，白痴。干鸟用过未？阳光得之后，我就用我知波动依背，但系冇啦呢度，唔够佢快，冇咗太阳又。Yes， 真系好彩啊呢度，恭喜你成为啊！好，完成咗挑战啦！呢一个作为训练师嘅你咧，拥有正强同埋强大嘅心灵啊，精灵自然咧会回复呢个嘅回应你。哎呀，结束啦，都系怪咧，博士泰马呢个边个嚟噶？我系咪咩记者之类啊？第二次终于打赢啦呢个联盟。哎呀，冠军嘅采访啦，好似变得嘈啊！喂，入嚟啊！喂，未采访喎。OK， 上级训练家啦，而家你已经成为上级训练家啦。哇，太好了！163个钟，我呢天啊，好 ，OK， 咁啊重开啦呢度，哇真系难打动一个地步，好翻到嚟啦，有咩嘢特别啊？系而家要入白云山啊，即系话，好，白云山要用个咩攀岩、啊，同埋我想知道新组个喺边，我都未清楚啊，唔紧要，啊你喺度嘅，我正想咧同父亲大人送饭啊，成为四天王咧，日夜都训练，交用电话好啊。好，如果想揾我就打俾我啦。攀岩，好烦，我要学攀岩呢啲技。十字剪要，即系咬唔要咯。其实咬可以唔要啦。攀岩地面技啊？攀岩唔系普通技嚟咩？附带身边岩石 20% 令人混乱，为何咧？呢招咁有地面技喎、啊，依背。哇，好嘢！好，有一日白云山玩下先。哦，呢啲唔打啦。喂、哎，阿佛喎，呢度唔系有个精灵中心咩？去边啊？唔喺呢边啊 ？OK， 终于嚟到白云山啦，辛苦咗咁耐。白云山精灵中心冇晒人啲白云山吓、啊，因为啲人太少人入到嚟啊，我觉得系咪呢度边个噶？啊！做咩好惊讶咁样啦？哎呀，被发现啦！我已经喺华丽嘅聚光咧灯光下获救啦。为咗远离咧众人嘅视线咧，先咁低调生活。吓、啊，唔系 DC 台啊？早讲啊嘛！我唔好话俾你听，我喺度47光翼垃圾技，居然喺度见到训练家真系少有。记得你啊，影将我啦，捕捉嘅传说精灵咧，锻炼到极致啊！既然你嚟到呢度，肯定有强大嘅能力，俾你见识，俾我见识下你嘅能力。哇，走走先，蜻蜓花雪拉比嘅话，我梗系用翻哈老家啦，绿叶风暴一招啦，雪拉比，哇，仲可以顶到我一下，唔错，斩死你，炎帝，地震，神速，地震，哇，神速仲用蜂王，蜂王系蜂王用岩石打噶。我呢个系咩果嚟？我记得云雀保护咩技啊？战鸟剧毒嚟啊！咁好，我解咗状态佢岩崩 ，yes， 但系唔系我打先咯，下一场。但系居然佢唔惊，同埋我知波动啦。哇，唔死，讲笑咋？叶文泽。你机啊，超能飞干鸟，哇真系劲到一个地步，佢啲神兽片死佢，十字箭应该赢到我，啊赢到了，拜阿佛阿佛，呢个真系我嘅极限啊！传说中嘅精灵喺我手上发挥出咁嘅力量咧，已经系极限。而呢种极限咧，俾一个人打低，当然我都系知嘅。俾嗰啲称为守护神嘅精灵咧，一旦沦为训练家嘅精灵，就会失去原先嘅力量，无法维持咧守护神嘅实力。所以我想确认一次咧，我会用翻原先自己嘅精灵。我想知道自己极限喺边度。神毒宝刀嘅精灵咧，究竟喺训练家手上差别有几大？啊，又打多次，
唔使呀嘛，唔使测试啦，瞓啦瞓啦。我急冻拳回咗血先哦。阿布花岩，哎 ,ok, 唔错呢招技。叶印斩花岩啦。花飞片类啊，冇得转技。啊，真係得返叶印斩可以用啦而家。Hello 架死了。果然系咁，多谢你，希望你唔好介意输赢。咁我终于明白，喺训练家手上，精灵就系精灵，并冇咩唔同。只系用心培养嘅精灵咧，比其他精灵都强。呢个世界咧，冇真正弱小嘅精灵，只有咧唔识发挥精灵实力嘅训练家。再次感谢你，我终于知道我而家要去边。出嚟啦，传说中嘅精灵，好出晒嚟，放走佢哋啊！多谢你一直以嚟嘅陪伴，或者我根本唔应该捉你哋。大概我一直咧以嚟嘅行为咧，只系为咗证明咧一件毫无意义嘅事。但系我唔希望你再继续。毫无意义活落去，系我夺走咗你的自由，系我令你失去原本神格，身为神嘅力量。不过而家已经可以了，我还翻俾你属于你嘅自由啦。好，哇！雷公第一个走咗，即刻。好，拜。到头来压佛先系好人，我你都系啊，凤凰。大概捕捉你咧，只系为咗我个人满足感。再见。我凤凰都飞走啦，哇！凤凰跳。而家嘅话，我已经将我所有罪释放。大概咧，我之后就会一个普通嘅训练家。但我谂到我应该要做咩？再见。到头呢个先系好人啊！成班都坏人嚟嘅，得阿佛呢个先系真正好人。好 ，OK， 走啦，上扮山。好，扮山 ，Go。我记得要行十几廿条路嘅扮山，四廿八咧，原本 level 嚟嘅好似四廿八嘅话。上山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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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之后落呢度啊，呢度啱唔啱啊？呢个错嘅，好呢度，呢个，哦应该系呢个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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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准备天扮山，阿 red， 好，唔使谂啦，一定系我赢噶啦，呢度绝对云能嚟讲，一定系我成为冠军，呢个啊。我喺呢度啦，只要你见到越嚟越多积雪咧，你就知道边一度先系正确嘅路。呢个，哦唔知，你先上咗去先。呢度，呢度有得上去，上去睇下先。神奇糖果 ，OK 啊，捉到好东西，执到好东西，之后落喺呢度。呢个，差唔多啦，上，上。我呢度唔啱喎，落落呢度喺呢度啦，就喺呢度啦。白银山嘅山洞顶，咁会点咧？呢度因为佢系落紧树，我一定要放咗程先，改变呢一个嘅啊阿银啊，嗰就系传说中嘅实力咧，比联盟冠军更加强嘅训练家。你可唔可以体会到啊？嗰个战胜咗我个笨蛋老巴嘅训练家，确实咧名不虚传。但我想睇下你而家嘅实力，又嚟阻住晒啊！哇，呢度佢一嚟就系兵系，打靶仔啊！放我请先，好，准备受死啊！放我请就怪令我阿布，好龙帽绅士。呢只，哇！佢有热风低 B， 地震雨，攀你个岩啦！超铁暴龙，超铁暴龙系咩啊？超铁暴龙系咩咩铁？应该唔系铁啊嘛？岩石同埋地面啊？应该用水打佢，但我冇得冇水打佢，要转一转重先有。奇花，催眠 ，yes， 哇！即刻醒咗，好。呢度就中地震雨，逆轮攀瀑布，哇唔系，佢系咩系啊？我真系唔真系醒唔起呢啲。奇花寄生阿布，二印斩，二印斩痛啲仲。马骝拉嘅话就先用，最重黑路加啦。哦，佢唔系下马威。李月龙阿布片死你！哇，又系咁，而
而家我咧已经无话可说。如果系你嘅话咧，或者可以赢到嗰个人。我果然咧争得远，不得不承认嗰啲人讲嘢系啱，我要好好修炼。白痴，仲要打多个啊！而家总算见识到呢个地区最强嘅强者，果然比联盟四天王嗰啲冠军压迫感更加强。既然你到呢度咧，点解唔同我嚟一场激烈嘅战斗？唔使系嘛？会唔会太激烈啊？一次我打咁多个，我老家直接，哇！真嚟放钉一招啦，海牛兽阿布片死你，鸭嘴炎龙死啦，四隻都打唔入佢。Hello 家，佢最有一定有咩波道打或者嗰招咩啊？嗰招特攻嗰招格斗技啊，系啦，我唔知佢咩，哎冇喎佢。唔得掂喎，一次佢要打咁多隻，冇可能赢到喎，我觉得又呢条点打呢？阿波攀岩白痴又醒咗，公平魔日招啦，唔可以俾佢毒疗到呢度，俾佢毒疗到我就玩完嘅。铁甲暴龙呢隻叫铁甲暴，比嘅 boss 可多奶，回一回先。回一回，催眠佢，催眠佢，催佢啊！唉，好白痴，班人生要打咁多件，咁我真系话唔死得一隻啦，一隻都一第一个要打难，第二个要打真字，第三个先打 red 啊嘛，得啦，呢度可以唔使打，下次翻嚟继续，系咁先，拜拜。